即卖大家读书拢读了真高，虽然真好学历，但是无一定有工作实力。因此，三个龙岗特别开办一个精密机械加工商业专班，读这个班的学生日时去上班，暗时回来上课。三年了后，佫有当去后尾可以大学继续读书，成为一名大学生。那我们这个班最大的特色就是说3+4的一个计划，高职三年，大学四年。那这七年它都有劳健保的一个年资，那也有提拨劳退。那未来我们规划的是他们可以直升到湖尾科技大学。那目前他们当初我们规划是最低工资，但目前他们都已经每个小朋友都可以达到27K。当初选这个班，其实我爸爸妈妈很支持我参与这个产学合作的计划。其实这三年来，在工厂师傅还有一些同仁都教我很多东西。那我们科长副理也很照顾我们这样子。读这个专班的学生开始不轻松，早起就爱出门去工厂，下晡4:30就回来好好上课。但是这份的辛苦是有回报的。现在这群学生的薪水拢在27000以上，有学历，也有工作经验。六月份毕业了后，搁要去后尾读大学。